代着，请咱咧来看天皇果的六爻下面吼。啊，所以咧第一爻就是关键，所以第一爻咧就是像一只猪咁款啊，这只猪吼，唔通叫笨落啊，唔通叫戆落啊。哦，所以你要看耶稣偌好，用细于金缕啊，贞吉有攸往见凶啊，雷死狐之足，象曰细于金缕，浊道千里啦。哦，就讲这个阴爻哦，阴道哎呀，牵到条嘞，你啊牵到无条的时阵哦，叫霸气到第二爻，霸气到第三爻，惨啊！哦，咱的自信就拢破功去啦。哦，所以呢，咱心中的杂念，心中的贪嗔痴，你啊压抑哦，有动机，袂使就对。哦，所以个真理就讲一木材制的啥，制轮子啊，转下为泥啊。哦，意思讲，像迄一支茶顶底啊，吼，啊叶细啦，吼，啊，迄那就一只底啊，吼，啊白底啊，好底啊啦，对啊细，袂好袂走无去啊，袂去哦走开去，意思同款啊，啊，意思就讲，那种啊病种的底啊，有病底啊，吼，知足咧，就是他跳跃不停啊，哦，你啊白条啊，哎呦啊，撞来撞去，撞来撞去呢。哦，所以牵就是啥引颈的意思，牵手的意思，牵引火下的意思。哦，所以你看第一爻，就是一个心得清啦，懵懵懂懂，啊，啥物都唔捌，所以就要靠咱来牵引啦。哦，啊，免啊牵引，就较接啊啥，较电话啊催咧，较接啊啥，鼓励来一班咧。哦，慢慢一届两届，一直啊牵引。哎，看伊个发心，看个伊个啥，伊个情感所系，看个伊个独立，哎，咱个任务要完成呢，哦，啊，所以拢个也是安尼，啊，慢慢啊来。过关呢，唯有初六爻是阴爻，哎，伊代表着啥消人呐、啊，所以呢，哎呀，白我条嘞，哎，白在今年当中，所以唔当啥前进，安尼对一个正人君子呢，较会得见。无啊，因要继续进的时阵，就变作啥？消人得众，君子得消安尼。吼、哦，所以在各啊各方进步的北啊呐，北上了自由，也成为消人进，君子退得啊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你看关键就是第一爻啊。所以你啊，只要这个爻啊当了了，是咪变牵挂？牵挂就恢复咱金刚不坏之体啊，达到性命双修啊。所以这爻啊当压制，无代志啊。啊，咱这唔是啦，咱上好的朋友咧，讲无要紧啦，我一天啉一杯啊酒无要紧啦，啊，迄是只西杯啦，啊，不过迄种高粱酒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无要紧啦，无要紧啦，啉啊，啊，结果咧，有朋友来啦，去啥参加宴会啦，哎，就无同款啦，一杯过来，啊，咱台湾人拢安那小气烟，然后就化滚搭连翘头，啊来就开始拼酒。哎，啊，即嘛就开始啉啊，啉到老远个房西房啊啊房啊，糊里糊涂呢。哎，啊，就开始了啥？咱若啉烧酒，酒醉拢会啥？乌白来啦，甚至乌白讲话啊。所以惹了足侪是是非非，也就是安尼啦。所以你唔通讲啊，一杯不要紧啦，有一杯就两杯，有两杯就三杯，哇，直直去啊啦。啊，就酒醉到唔知人去啊啦。啊，就像咱咧食薰同款啊，知影食薰无好啊。啊，无要紧啊，搏一支尔啦，无要紧啊，最后就是安尼。啊，有一支就两支啊，所以到尾食掉的啊，食掉的你要安改难呐、啊，真正做难的。所以咱就发觉了一个啥，一个代志就讲，要学快足简单的啦，对不对？啊，要啊学好嘞，足困难的啦。要改掉咱脾气毛病，更加更加困难啦。所以你啊看咱的脾气毛病就属于阴啦。你啊无压制开，无啊解开的时阵，你啊看。哎、欸，伊会啥侵害着咱的法定呢？侵害咱的自信的啥？哎啥？会佛性呢？哦，啊，所以圣人是安那，就叫咱压抑哦，有动机，你慢慢去啊想，就像这个话呢。哎，迄熬着一个阴命呢，像一支草啊，这简单，你啊背下就跳去啊，啊，你偏偏无会啊背，偏偏买互大长，哎、欸，迄张草啊大长，个发到规区。已经爬到规个山坡的时阵，你还阁要用杀草剂去啊毒，还阁要用人工去啊毒，一定拢上万啦，因为一定啥上大便宜啊啦吼，一定会死一万咯。所以呢，正常咱想讲，还袂明理悟道，哎，正经拢想去食，哎，去食叫做猪，吼、哦，所以猪就是啥啊，是吧？就是笨的意思嘛。所以呢，就是爱较食走魂汤呢。
是安怎较接走会长的，互咱的名利，互咱的地位的大开。欸、所以咱叫做啥启慧班啦，启发到咱啥心中的智慧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咧听班就是哪一种启慧咱心中的啥妙理啦，吼、哦。金刚经嘛，咱讲应如是住，应如是行乐之心，所以地应道就像咱的心愿意嘛同款，你莫放伊乌白拍呢，一拍是十万八千里呢，你要杀是杀无杀袂掉呢，所以就啥啦行乐之心。啊，含糊掉嘞！这个啥？这个音要含糊掉嘞！这个直接低，嘛搁个崩落啊，嘛搁个崩落啊！你啊含糊掉的当中，随其他的顺用，特别去要伤着哦。啊，所以呢，金刚经就是叫咱含糊这个啥？心愿意嘛。所以呢，古佛讲不肯回头啊，什么人替你救苦救难嘛？真正呢？哦，咱若讲无要痛改前非，无要回头是岸，自高自大，空高无力的当中啊，真正咧无回头，搁诸佛来到你边啊，你嘛毋知影受得。搁观世菩萨伫你边啊，都来救啊，都讲经说道互你听，咱嘛袂开悟咧，真正咧。啊，毋过咱会当回头咧，如灵转念，何需要我大慈大悲啊？你啊，家己个念头啊，转个过，知影啥？咱一老主啊，知影咱有任务啊，知影咱着爱一定爱修得办得啊，毋茫受即只啥，懵猪即只牛猪呢，佫继续呾戆落去啊。所以咱也要专念，会晓啥以跪下贱，会晓不剃下文当中，你啊看，太着佫观世音菩萨来度你啊，毋免啦，你家己度家己个来。太就是世尊，世尊老大人来度咱，唔免啦，咱家己我都独立吧啦。真正就是安尼啊，所以你看迄小厝里的同款啊，迄囡仔生三四个啊，小较早拢生迄后后生十二个啦。哦，啊，平平一组囡仔，话嘛足乖咧，家己足独立的呢。啊，话是有够阿爸，有够被动的。要叫伊写一个功课，哦，得三叮咛四交代。啊，跟哪买写，跟哪唔写？你啊看，你啊碰到这个囡仔，你头壳疼袂啦，真正足头壳疼嘞。啊，你啊碰到迄足主动的囡仔，足会晓想的囡仔，是毋是足快活？意思是同款啊。咱师尊老大人落来，咱拢就是伊道理啊，老母落来，咱拢就是伊囝儿啊。啊，咱啊主动自发，太着啥物人来大慈大悲啊，拢唔免啦，咱家己专念就好啊。啊，真正讲咱若唔回头的时阵哦，去老母。现象出来，你看，啦，我嘛不要相信，要安那，要安那替你救苦救难啊！所以天不靠，地不靠，唯有靠自己啊！咱今仔要成就，嘛家己成就呢，唔是啥物人在咱成就的呢，所以咱爱有真正的啥境界。所以呢，各有各法啦、啊，代表着种交通规则啦，包括咱的法律啊。第一熬就是讲爱有一个戒律，从这熬啊控制好条嘞。唔通阁有啥，唔通加叫惩罚他啊！所以以国家来讲，伊叫做国法；以家庭来讲咧，家有家规啊，叫做家法。吼、哦，咱真较少啊，较早迄落啥，迄落迄王维因厝弄迄个叫做家法，家法，啥物人做唔对，家法来啥来处理啊？哎，好咧，好有好规啊，所以叫做校规啊。啥物人犯错，警告。啊，搁唔听三个警告的，一个小告啊，三个小告搁唔听嘞，大告，大告搁唔听三个大告，你这个学生我无法度啦哈，无法度教你啊，安那来上罪啊，所以这个校规，啊无这嘞，囡仔无袂乖啦，囡仔安那唔听话，想超过时，咱无法度来治伊啦，所以参咱的自性是同款啊，参第一熬同款啊。你若放了乌白棋的时阵哦，无一个戒律戒条哦，伊才跑跑走。佛有佛规啊，佛规十五条，所以是安那，咱要守十五条佛规，十五代表圆满，代表着牵挂，哦，代表啥啥，十五个圆，十五个圆啦，哦，所以意思讲，咱守着佛规当中，袂互咱啥无方向。所以咱即届修办的即条针对着十五条佛规来修持，安尼来圆满。所以讲，唔通让这只猪仔吼，搁戆落来啦，搁笨落来啦，吼，爱学啥，爱学开悟吼。所以尽量叫做善尽利合当，用制度，啊啦，唔通让乌白走，
哎，用啊，规啥？咱的佛规来控制这脑和调嘞。以心情来讲，用啥？用咱的啥？意念，用咱的自性当中啊，意哦，忙无这个啊，心外意嘛，无别个走了啊，吼、哦。所以你啊，压得调，成功一半；你啊，压袂调，畅容易惨的啦。哎，互伊目睭牵得走，互伊耳仔牵得走，鼻仔牵得走，嘴牵得走，咱耳鼻舌牵得走，即只猪毋是猪尔尔呢。后盖啊，去互大开的时阵，伊比一只恐龙搁较可怕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就是人讲，是人讲用猪，猪是上个低、上个笨的啊。吼、哦，啊，你啊搁去互变大，你牵到变斑毛呢，你无法度含好伊呢。吼、哦，啊，第二熬呢是哎袂歹，叫做包有鱼呀，无求呀，不离兵呀。像我包有鱼，鱼不及兵呀，啊、哦，所以呢，鱼就是属于阴性的动物，指地人脑，啥粗粮脑同款。包叫做包容，叫做见道生道，哦，近水脑袋，色性变为良性啊，啊，所以第二脑叫做包有鱼，那是讲隐藏第一脑，啥相互啊。啊！伊参第一第一熬有缘呐，所以就爱包容伊啊，伊就爱牵伊去啊，因为伊就伫隔壁尔尔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伊安那有迄责任来咱来做牵引。不离兵呢，就是讲第四熬，因为你啊看第二熬本来就爱啥，二鱼是同工二鱼位嘛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本来第一熬就爱拜托第四熬来啥来牵引伊啊，伊伊用智慧倒啊。哦，啊，所以今仔日伊无去找第四熬，伊煞来找第二熬，也就是安尼来，所以更不离兵啦。哦，九字熬咧包有鱼啊，叫做得鱼有肉啥得将，哦，所以包有鱼，唔是叫咱去掠鱼啊，就讲你就是神啊，啊，你的德行足圆满啊，所以你的德行事情在其当中会得到人心大家的享用。所以叫人得到人生上个重要，所以叫人后呢，生时敬畏邪无上下，个人得将。虽然会当以啥讲啊，以讲理而为啊，利用气气无粗傲之阴阴天呀。所以呢，不属九数之官，在下即位将所服呀。故叫人后或包有鱼，叫数后呢叫做包无鱼，要敬足心性吼。一个包抓鱼的啦，一个包抓无鱼的啦，因为伊参伊相应，本来伊是包有鱼啊，啊，但变这个包有鱼，就是啥，伊是近水楼台嘛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也就是安尼来。所以九字爻甲第五爻叫做啥？九五宫相相对呢，过高过宫又有求呀，以正位在内又免求呀，所以九字爻以内外主位。得啥？所得为主之力，得是金无啥，无邪无慧呀，或不及兵呀。所以呢，言啥？言鱼在包之中，非江河海中之鱼，是有啥？有主之鱼，为人不得精，故曰以鱼啥？以不得兵呀。吼、哦，所以呢，伊这是圣人借着鱼呀、啊。来都讲道理就对啦，所以我感觉讲圣人足厉害啦，不管啥物经卷拢安尼，伊借着一张树啊，借着一张叶子，一张叶啊，借着一只鱼啊，借着一个动物、植物，拢会当来讲经说道，这是圣人的境界啊！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我嘛，我感觉呢，只要你一经读得通哦，你有哪有法度呢？真正呢，你看到这道物件，看到那道物件呢，你刚刚好我去碰到一个倪先生啦，吼、哦，倪啊。倪闽南的倪啦，哈、哦，真的啦，哦，啊，你就是倪先生哦，哦，啊，好，我就开始当，都随走出来啊。我讲哦，咱人要修道，要修到就是赤子之心安尼啦，叫做倪啦。我讲，哎呦，啊，都无人安尼还讲过嘞，讲就是安尼，迄就是一个德性的先生，啊，就请教啊，按太太请教啊，啊，就介绍咱参伊熟识啊，啊，咱就。借着伊个声，伊个声，啊，你个讲道理啊，啊，就开始去咧讲啊。因为你总是爱找一个话头嘛，敢是安尼？吼、哦，啊，无你无讲无答，讲好收得好，收得赞，收得安那，这人听袂到呢。你得爱讲一句因伊啥足注意个话题出来啊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我就借着伊个声，伊大家声拢无要声，啊，就借你啊，吼，啊，就讲安尼，伊就感觉足有兴趣，啊，就爱听咱讲落去啊。安尼时阵，你讲落，伊甲要听，啊，无伊要听，你讲啊，到时啊咧，
第一比咱较侪岁啊，六十几岁讲退休啊，哦，啊好啊，唔只呾五十通啊，尔尔，哎，啊所以年纪也差真侪啊，爱特别听你一个小伙子讲话，哎，啊所以你一定爱啥，哎，听到啥，啊就迄个物件走出来，所以好好我讲已经读到有这个好处了，对啦吼。啊，是安那一个包邮鱼，其实伊这是一张迄个呐，伫咱已经有一张图，叫做五日七群图里来啦。咱毋捌敢捌看过，就是咱在讲的落溪啦。人讲芳落溪，芳落溪就是安尼，啊，内底画甲密密麻麻，迄叫做五日七群图啦。吼、哦，啊，迄安怎咧？迄就是讲较早的人掠鱼仔人，因真正就是安尼算咧。吼、哦，古卦是第几月？啊，第几月的啥？第二爻，因为吼、哦、五日为啥？吼、哦，五日七分图嘛，所以五日就是一号啦，五日代表一号就对。吼、哦，啊，第二爻的时阵算啊准，去掠鱼啊，真正就掠鱼啊。迄较早的人真正遐厉害咧，有法都算到安尼就对咧。哦，那想讲，什么时阵就掉啥涨潮，什么时阵就退潮，什么时阵有啥物鱼啊，什么时阵有啥物鸟，哎、欸，因这条件计较都厉害呢。哎、欸，啊，所以呢，这嘛是有这个含义就对啦啦吼。所以呢，个性人较难讲啊，讲成功的内底包含了多少的心酸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咱茫想讲王建民今仔有够风光的，足厉害的，你看在伊的苦吃偌济，真正呢？咱茫想咱前辈遮好，安那高高在上呢？哎，你敢知影？迄考验偌济，食着苦中苦呢？哦，啊，所以咱真正啥，看伫一个人个成功个当中，咱爱看到伊啥，天下伊背后到底牺牲偌济，付出偌济，哎，即拢安尼去啊啥，去了解一下，因为安尼你才会真真正正以心来啥用心呐。吼、哦，啊，来名人的啥，哎，相榜呢，承受了多少的压力啊？哦，所以你唔茫想讲一个名嘴好，迄有够好个呢？哎，你唔茫想讲吼，迄总统迄个位足悬个呢？哎，你敢知那承受偌济压力？真正呢？哎，那像迄个啥物啊？哎，部长同款啊？啊，真个啥迄个啥？哎，新娘讲，我要公布也毋是，啊，唔公布也毋是。哦，可能是安尼，你敢知压力偌大？公布出来，哎、欸，讲啊，唔是正常的，哦，啊，大家都搁啊吐啊咧，啊，唔是你搁公布啥？啊，唔公布，你也搁搬一工啊？啊，真正是咧，讲啊，你提不公布，哦，你难歹做啊，真正咧，哦，啊，所以你啊看，咱茫想讲迄啥官星啊，上面好名人咧，你敢知因老阿爹偌济压力个呢？真正咧，哦，较早咱会记一个叫做万沙浪无？哦，阿豪即个年纪拢知影啥物叫人叫来万沙浪啊？你敢知？伊进天天水呢？迄较早是偌风光，你敢知影？哦，啊嘛是遭受了足侪压力啊，家庭的压力啊，社会压力啊，啊到尾食力无路用啊，歌安那笑无人要听，哎，啊结果咧天天水啊，安尼有惨无？哎呀，啊所以你看，咱唔茫遐羡慕人做成功，嘛免羡慕人做有名啦吼。啊！伊讲农业的啥背后付出了偌济的代价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这就是啥，哦，伊得到啥金马奖，哎，得到足公认的代志，你敢知影？伊真正讲的呢？哪像咱道中讲的啊？哎，台上十分钟，台下的十二功呢？哎，你无安尼真正牺牲奉献哦，无法度啦。所以佛法嘛，难讲。咱唔茫阁好啊！啥物人做个功课啦，我着要拼去听啦；啥物人做个讲演讲，我着要拼去啊请教啦。安尼是好还是好？不过拢唔是究竟。啊，啥物上该究竟？你家己脚踏实地出来报告演讲，家己脚踏实地真正做好出来，代天双方报天赢得，你收获上该侪啦。真正啊，比你拼去到外国听课，搁较好就对啦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即因为好，我是安尼行过来，所以去体会迄个道理。吼、哦，啊，无你真怎啊做这安尼呢？哇，倒较厚，啊，倒较下，倒较强，啊，直直追求，到尾啊拢空的哦，无啊袂安骗哦，这是足实在话哦。只要你敢承担，所以好，我拢鼓励咱大家敢承担。后界用经的班，就是要互咱讲，只要你敢承担，你就会成长。哎，比啥物人搁较厉害，因为迄个物件生活出来是属于你的，毋是你去追求来的。
哎，因为你讲出来，你自行的先度啊，那是上介好的哦。所以伊得了这大的荣誉，啥荣耀的当中，你敢知？因付出啥，牺牲偌济，付出偌济代价，伟大的成就嘞，奉献了偌济牺牲。哎，所以你看，咱何老千人，谁啊？遐尼互咱肯定着？张老千人、盛老千人、邱老千人，是啊，咱真得过来拜，迄有够久的啊嘞，民国三十几年的代志啊嘞。啊，咱再进个了外联，啊，进个了拜，个了叩首，因为因真正是啥太伟大的哦，为着啥？哎、欸，为着后代，为着咱天地保全，因甘愿牺牲奉献，甘愿牺牲生命来顶劫呢，来咱搭做呢。无咱今仔日无法度遮尔平顺，一只啥收板凳呢？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一个人的伟大，甲伊的成就，就是伊的牺牲奉献的代价。所以第二熬主动。一定得到人心，必有后路。所以得有啥？哎，得有义啊！就是讲，一定得到万众的归心啊！所以你会当得到万众的心，比你赚千金万两更加好。事实是安尼嘞，吼、哦。再来第三项就无好啊，叫做屯无富呀，居行处请，哎啥？处请呀，离无大求呀。像我居行请啥？处请。行不哎，离堪呀，所以呢，哎，注切的讲行走困难的意思啦，哎，伊的意思呢，就是啥，咱的臀部啦，哦，咱讲无卡多巴啦，啊，你看无卡多巴的当中，你啊看坐坐袂调呢，真正呢，哦，啊，咱要做啥物代志嘛，袂啥，变袂顺时呢，啊，你看含坐都坐袂调，含行都行无路嘞，啊，是变哪有啥做好啥物好代志？所以佫叫做啥相无，也就是安尼来啊。所以讲九三熬呢，一无所无咯。哪像咱的啥臀部呢，无啥无这个皮肤，无这个肉，所以呢坐无法度得得安稳啦。想要行呢，佫啥无相啥无相无肉，所以呢但九上九熬，佫无要参与相应啦，因为第三熬嘛用。第三上九熬嘛用，所以无相应。所以是尽即无所顾呀，究竟要尽呢，还是要退？哎，拢无法度呾，无法度不得甲处请了。所以呢，但九三老以用处用位啊，哎，顾得机会，并无失行啊。伊所以在国外这个时代独进，哎啊，独进退该不顾呀。红处会议当中所处虽然危险，各不斩己呀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第三熬咧，你啊看，人讲前不着村呐、啊，后不着店呐、啊，要进嘛唔是，要退嘛唔是，拢无等着贵人呐。啊是安那哈呢？哎，所以我定来讲一句话，最重要一句话哦。咱普通时啊，就要较常做人的贵人呢。咱碰到代志的时阵，足自然你着贵人出现呢。咱若普通时啊，无要做人的贵人呢，我安讲啊。咱若倒一工啊，人讲人生不足以随事，谁有八九啊？哎、欸，总是会撞到咱的时阵啊，哦，啊，迄阵呢，叫滴滴袂用，叫滴滴不灵的，因为你碰时啊，都无做人贵人，人真正有代志的时阵，咱嘛袂难相助啦，这是天地循环啦、啊。所以第三个就想安尼，那想讲，安那电风啊装落来啦，啊唔敢开电，唔敢用电啦、啊。哎、欸，啊有钱足济啦，啊唔敢使用啦，你讲够即个啦？真正有呢，互我台南一个道亲就是安尼呢，个我唔敢捌讲过，迄真正有通做好起来，开自助餐啊，啊嘛趁真侪钱啊，啊车嘛有呢，啊结果就买一间哪属别庄安尼，啊唔是别庄啦，吼、哦，啊买伫阿里山，啊是台南人啊，啊结果你敢知影？讲大家要去整理已经别庄吼，安怎了啊？唔敢开车，有车唔敢开，啊袂用那桥都歹啦。啊，大概就载因太太吼，伫台南某地铁啊，扑去到阿里山呢。哎、欸，啊就是遐欠，哎、欸，啊好，我就问讲啊，是安怎遐欠啊？伊讲油足贵个啦，吼、哦，安尼就对啦。啊，一届吼去阿里山转来啊，拄啊落雨啦。哎、欸，啊就看车顶过，啊一个拄啊撞到闯红灯个，一台车砰一弄了。拄仔伊过，啊伫边仔弄一个正面呢，因太太现用巧去啊，伊险险嘛巧去咧，哦弄个歪歌词，作讲内底我总着去想着啥，我无啥清楚啦，啊开到急救啦，
哦，啊，大家得心做慈悲啊，看到安尼都足危险的，大家替求慈悲头咧，哎，啊，求求好，甲才活开。哦，啊，过因太太真正无法度弄一个，讲因太太迄头叫车恁啊，硬硬交过啦。哦，啊，所以你看，所以咱唔通安尼啦，哈、啊，有车就开车啦，唔免欠啦。哎，啊有电拢哦，电啊插落吹无要紧啦，迄俗俗个尔啦，世间钱、世间用啦，世间无地个拢无路用啦。老要这边冲啦，我告诉你嘞。啊，所以第三个伊就是安尼啊，普通时啊，唔做来贵人，佮家己做苦做家己个啊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你安看都比条端出来啊。哦，啊，所以咱来普通时啊，参蛮啊，参蛮喝到点。所以那上五节五节面头咱讲个，天道有七奇。哎，天道做神仙有七奇呢？什么叫七奇？在家出家，再叫在家出家，就讲咱在家修啦。哦，咱在就咱的厝里都出家就对啦，在定立定啦。不过在这世界的啥方便当中，咱阁不染定，安尼厉害无？所以这真正拢心境啊呢。你无心境，真正在定变啊立定，无可能的代志呢。先得利而修，这嘛是咱天道的啥基础呢？让你先顿悟，才让你慢慢来修呢。一时涅槃呢，哎，一时修，一时成功顿去呢。唔是像较早讲修百世、千世，甲过来修，甲过来行呢，唔是安尼呢。一字心性，哎，单纯一字，哎，直接来讲啊，你自性咧带一只，好好来修持，安尼就无唔对啦。哦，佮会当达到啥？内外双修，内性的圆满，外功的圆满，拢一定爱啥平衡就对啦。唔通讲外行读足好诶，读足侪人诶，功过足圆满，唔过内性的心性诶，拢无提升，安尼嘛袂使。啊，嘛唔通执着讲，我拢要随内心命了，我拢无要去讲经说道，度化众生，开风布阵，安尼嘛袂使。所以咱真的是对内心外拢爱究竟啦吼。以功补欠啦，也是讲咱累世冤亲债主，咱拢一世人会当得因功得了缘，来啥补咱较早啥会不足。哎，咱较早欠人，拢有法度用咱世人赚的功德来回向互伊啊，这是咱天道的奇迹啦吼。哎，讲哎，世人济，哎，修道人的那面相啊，笑足济啦，有无？你啊看，哎，修道人大家欢头喜面嘞，啊，迄种的笑，唔是啥，唔是哎啥，这个皮都笑尔，伊是比心肝来安尼欢喜倒来嘞，啊，所以不时啦，面啊笑眯眯啊。好、哦，啊，读的书有济无？真正足济。你要看咱较早哦，读书，哎，出来社会就无咧读书啊啦，对不对？伊也着进入咱道中，开始读四书五经。你要看咱即个读易经，但即本易经的书有济无？真正有够济呢。哦，行的路足济，有够济无？何况即世人也无修道，无期望出国啊！你敢要相信无？啊，也着是修道哦。个国家倒拢去啊，啥拢去啊，行行啊，看看，而且去到遐，哎、欸、啊，倒先离啊，去到遐，咱嘛互咱欢迎咱去，哎呐，拢足欢迎咱过啊。所以咧，咱讲个善言啊，心中个啥含蓄真济啊。哎、欸，恁逐工足无闲个，不过呐，心中足清净啊，这是一定啊。吼、哦，伊讲我五行少，口中言少啊，无代志，一个修道人就乌白讲话啦。是是非非，伊也袂讲啦。当着真正有缘人，讲真理，滔滔不绝，娓娓道来。吼、哦，北中的啥物件食少啦？因为咱正练土力，哎，练精化气、练神欢喜的功夫当中，所以呢，气足力不息，所以呢，食物件安那足简单，营养顾好调的安尼就好啊。心头的舒静，真正一个修办道的人，伊心肝头无啥物事啦，清清净净。足单纯嘞，而且做出个代志哩，时时靠个人，念念嘞靠个天，吼、哦，哎、欸，啊困中嘞梦少，吼、哦，所以真正修到啥，哎、欸，秋坎天地好岗位当中，伊都困袂乌白梦嘞，吼、哦，所以好啊，来建议，你啊咧困哦，要开始梦个时阵，你着避开啊，因为个加困个啊，迄个困个时阵着加困个啊，吼、哦，所以你着爱站好，差不多困到五点半，啊哩六点，闹钟啊着遐。哎、欸，你又讲，哎、欸，时间要到，你就开始忙啊！哎、欸，养只个养的时阵，能不少避开啊？避开用啥？做运动啦、啊，安尼自然吼，较袂遐浪费时间。啊，这袋子呢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口袋里面的钱少啦，不过银行的钱足侪啦，何况是咧？所以，所以老大人啊，咱讲啊，入魔门不平啊，出魔河不富啊。
哦，敢是安尼？入入来收灯吼，袂较省啦。出去外口趁钱，袂较侪钱啦。哎，因为吼，安那人讲落土是拢注定好个啦。有诶，安那本来有诶，你免强求啦。无安那无诶当中吼，咱嘛免强取啦，用就是即个意思啦吼。所以第三个注经叫做有富无贵啊，有钱佫无得行啊，像即种人啦吼。好，第四个嘛无好，宝无余啊，气象也像我诶无余之乡，万民也。所以过怀第五拿，第五个用拿咧在上，一阴在下，迄个上强下弱，民不能咋生活，越包无余啊。有失眠呀，主政者失眠会引起啥凶？所以咧，越起凶呀。所以咧，救世熬之凶，是由得疾之灵，克情之师，如天寒，地焦解国呀，故何以可得呀？哦，所以咧，意思就是讲，这五熬拢用咧啊。你第四熬咧，你是一个神咧，咱搁无受本分的当中，就是讲。伊阁无爱参地五啊，君臣来啥来相遇啦？意思讲伊作假敖个就对啦，自高自大呀，就讲我是勇敖呢，我是君臣呢，我是宰相呢，我是一柱之一人之下万民之上个呢，吼、哦！结果呢，人第二敖会参地五啊相遇，第四敖因水落大，伊阁袂晓参伊相遇，吼、哦！所以就造成了啥，无得到人心。无得到人心，伊要推动啥政治难呀难呀吼、哦！所以呢，请咱注意吼，当着正熬的时阵，就很容易离开这个世间，更加十六天，慢加二十天哦。所以人阿在问病，在讲哦，我美人啊，我啥物人看病吼？你帮我请一支卦看卖咧，何用啊？是吉啊是凶？你若去请到天皇果，搁请到地圣后，倒来啦，真正咧。你毋茫阿讲咧，讲爱准备观察，毋茫接做啦吼。你阿讲，你看要食啥物好料咧吼，尽量买好食啦。人就知影意思啊啦吼。所以咧，记住地圣后啊，真熬无甘啦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五十十五二，啥五？食到五天啦，到遮咧五十、十五、二十嘛，所以才拄啊十六到二十天，迄就是安尼算来的吼。过、哦、来，师尊老大人嘛难讲啊，人食人之人地食，随喜好山水啊，哪处各得其宜啊。所以咧，有钱有地的人，伊最爱接近了山水啊，吼、哦、所以咧，哪处各得其宜啊。所以咧，各人的兴趣、各人的好好无同款。好、哦，所以呢，咱爱去找着心中的啥人，找着心中的地，所以人之所向，行有余啊，该人免向行之呢。所以咧，各人的志向无同款啊，你有你的志向，我有我的志向，伊有伊的志向啊。吼、哦，所以咧，各个志向无同款当中，如果互我来讲，一定爱行正路，正路啦。所以咱来行正路，唔免去勉强啦。你若讲一个囡仔，行唔到咯，你爱勉强，爱导致伊正啊，唔通放伊溜溜去啊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该勉强嘛是勉强，不该勉强的时阵，咱慢慢也想勉强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思过性情呢，因怀大志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识处出音呢，音乐是得呀。所以咱好啊想，古在圣人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古在高人诶，因拢啥充满着大志哟。自在众生成凡夫呢，自在大乐成啥成金仙呢，自在修道呢成佛祖呢。所以咱的志用放伫倒，志用放伫趁钱，你会趁出点钱；志用你放伫啥圣贤，你绝对修圣贤，这就是安尼来。吼、哦，所以因是安那有法就遮大个啥冲天之志，因就是会向真真正正点点滴滴去争取，平平二十四点钟啊，咱大家拢是安尼，是安尼，因为了成老人、成圣贤，咱才会无法度。伊会晓用时间，咱袂晓用时间；会晓把握时间，咱袂晓把握时间。所以叫圣人先机立众嘛，无夫失机立慧嘛，也就是安尼啊。吼、哦，所以用在把握时间当中，好好培养伊的识德。所以咧，多以心电相通呀。吼、哦，所以咧啥，随学啥，因轻便啊，佛感大慢啊。
所以呢，因就是用安尼，哦，勤有功，义无忧，时时刻刻自我要求，时时刻刻的啥，自我的关照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掺一点点啦，唔敢大弄，大班呢，吼、哦、啊，你啊看含掺咱真避开，咱要入班就可能打电话来联络，咱要入班就爱车去到咱到咱在无，我就无爱出来，差人超够济呢。真正，咱若参圣人避开吼，咱真正足惭愧的呢，敢知影？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你啊看，因含安尼一点点啊，怠慢的心都唔敢呢。所以真正，咱爱自强自立，无人来在无要紧，我甲家己坐坐引来，因为生死大事掌握伫我的手掌中啊，这是重点啊。吼、哦，所以讲养性修真，种怀法度啊，一步将中道二六四啊，二六四时啊。免输高怀呀，所以咱今仔日要诚心用心，要来啥？真真正正，我都达到向那啥形象发发度啊，就是要度化天下个众生啊。所以咱食苦中道，自乐时中，叫咱来自乐时中拢修中体啊。自乐时中就是啥？十二时辰啊，就是规工啊，拢爱修咱个本体。所以你本地修掉，你做出来工课就照量低量流的去做。咱的本地也修无掉，啊，无要紧啦。一毫嘛无要紧啦，两毫嘛，一毫嘛无要紧，三毫一毫无要紧啦。你逐项都无要紧，到尾啊，逐项拢来占据的时阵，你一定后悔不及啊！真正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就讲叫咱来持着始终拢修中体。这个阴谋唔通阁生发出来啊！你啊一定要按好调嘞，吼、哦！所以呢，免输过怀啊，吼、哦！是安那用这种的啥思想，免得家己，哦，安、那对个性人的这种的啥追思，这种的啥啥好念，这种的啥好法，安尼才是咱真真正正修行办道要该行的路才对。所以真后是注定的。伊足简单离开世间，所以呢，第四爻代表了十五天，十个天至二十天，所以请咱来注意哈、第五爻，以此包括含章，有阴至天也，好、所以讲九五含章中正也，有阴至天，志不舍命也，第五爻其实讲开嘛未歹，伊叫做上午啊。所以这个词呢，就是讲，比如记忆的物品啊，含藏在其中啊，包括讲伊那参第二爻的显现呢，有啥在交往，所以因两个叫做相互呀。含藏呢，就讲西方的菩萨甘愿要来那度化天下间的众生，所以就是西方爻啊，所以伊就要赶紧买落来度啊，所以呢，足侪人需要伊来度的，所以就啥含藏。有闻啊，有闻自天来，就讲道感本容啊。人人有天命，人人皆有佛性啊。所以呢，有闻自天，就是讲啥？讲天命的意思。咱刚才天命金线，就是几卦，就是天龙果的卦啦，金线啦。我拨咱看，对不？天卦是咪天，叫做天命啊。天卦是咪属金，顺卦是咪属线，敢知？顺卦的数卦算是线嘛，所以叫做金线，所以人也讲金线就是天龙果，所以就是天龙果的地方啊，所以伊就专门咧讲天命，咧讲天线，都讲金线，所以呢，龟就是啥，各之下只，鸡呢就是九五爻，所以呢，龟即九二爻，故意鸡包龟，会当讲以九五爻当着九二爻。君臣相得之意，九五无应是命中注定，无所无也。所以当你呢，会当不因命中注定无所无，而来放弃啊，或者改变伊的内在忠诚之美德，抱着了这种的美德去抗拒天命。所以呢，人讲啊，阮啥，命是天注定，运是人去行。九五爻咧，伊就是因扭转乾坤。伊参第二爻无本来无相应啊，不过咧，伊未去这个命运啊啥扭转去，所以啥扭转乾坤，所以有法度转忧为吉，所以伊就真真正正突破伊人生观，因为啦，伊相信大家人人皆有佛性，人人皆可以成道，所以就保佑一点尔尔，所以保佑天命金线坚持到底的人，这就是胜利者。
所以咱就照着讲，诶，今诶天命的解说，道甲教的差别一道，道就是性理的本体，也就是无极真理，护咱人为性，故为之性理呀，也就是咱讲的良心。所以呢，这个理性乃五人之天根，性命的大源，性质犹如是来啊，死呢嘛犹如是去，正是生死必然由啥由真理正路，乃千乃万古最神秘的啥性理真传，靠修性命的必报。所以天命就是安尼啊。所以较早青龙旗，军龙才会得到呢。红龙旗、狮子才会当得到呢。要听到天命这两件是无可能的代志呢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进的是多普降万民啊。所以咱进的用性理真道，靠传啊，靠修心明之法，啊那得靠传啊。所以这叫做密报，所以唔叫做得三报。啊，什么叫做密报？意思是讲密报无随便防灾的啦。哎，无随便提出来防看的啦。那小公，咱家有啥物宝贝？你敢有讲哦？来哦，来看，阮家偌济宝贝咧？袂啦，真正宝贝你袂提起用看啦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根本就较难讲，唔通老靠啊，老靠安那百字你老受天也受天的牵制啊，也就是安尼来哦。所以呢，若不能受啥，哎，若不受威风上帝命啊，天命啊。应允来传输的者，不论任何的啥仙佛圣人，拢唔敢妄传乱摄这个信力真传的奥秘啦。所以你啊看，伊讲阿无受到威风上帝的天命呢，威风上帝就是啥物啦？哪无啦？伊伫诗经叫做威风上帝啦。吼、哦，啊咱靠咱啊普通一个尊称叫做哪无啦。所以今仔日毋是哪无的天命啊。应运应时来啥传这个大道的时阵哦，即伊就是仙，伊就是佛，就是圣人，伊有哪唔敢传呢？咱妄想讲啊，这个诸佛菩萨所传的，唔是啦。所以咱会记台下讲的啥大乘师父，好以四面告四方啊，就是哪无的天命下落来当中，派弥勒祖师将天化，派师尊师父将道化，也就是安尼来呢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啊，唔是安尼嘞，大家都唔敢啦。唔敢妄传乱摄这个信力真传的奥妙啦吼，所以真经不在纸上啦。所以说啦，儒家所讲的四书五经，佛教所讲的啥三藏十二部经，以及咱道家讲的老子《道德经》《五千言》《清净经》《黄庭经》等等等等，足有名的经卷，全部处处拢随有暗藏着这个真道的奥妙，唔过无人讲。无人知，无人传，得未着，所以唔只讲啥，真经不在纸以上啊，啊，纸上找讲汪洋讲啊，啊，所以唔只讲淡薄写在一直无啊，大行拢无查，啊无查啥，所以淡薄做书来的时阵，本来要到龙武地啊，龙武地的车淡薄做书去讲经啊，所有的文武百官拢坐伫遐咧等你啊，淡薄做书坐伫遐，啊，结果咧？坐要到半点钟，含一句话都无讲出来，啊！就坐字啊，都坐禅啊咧，啊！龙武帝就讲爱写咧创啥？啊！请伊讲经，含一句话都无讲，结果坐头半点钟吼，皇帝嘛都不耐烦啊，迄个那大臣嘛都不耐烦啦，啊！就在上下讲啊啥啊？龙武帝啊，啊！你无开始讲经，我都讲等你讲咧。龙武帝他徛甲讲，我讲了啊，都搁出去啊，意思伊咧是啥？洗来啥？但无洗来，伊是无啦。专备心理用功夫啦。你听我靠得个，你无听我特别得个。啊，咱正觉着用安尼，唔免安尼。明师直接来讲底下，你家己听我安尼念念啦吼。啊，所以咧，所有经卷拢着是说啥？拢着是讲这心理真传，这着是叫做天命金山。所以，但是不得明摄，拢着是由啥言在处，理理在彼。若是不得安那领受天命的明书，来指受真传，点开玄关妙窍，阐明真理的奥妙者，任你啥物名儒术学，也无法度会当发现其奥妙的。如此的微妙，安尼宝贵，这就是心法之道的真义呀！哦，所以人讲啊，较早四书五经所有的啥五教经卷拢有写。不过咧，无人敢摄到这个秘密啦，
拢叫咱家己去悟，家己去悟。啊，我当悟出来无？无啦，无我当悟出来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那毋是得到啥？得到有着天命的命书哦，一代命书哦，来指修真传的当中，无可能打开咱的玄关帖啦，真正呢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伊就来讲，来好好啥珍惜这个难得的机缘啦，吼、哦。所以真熬足劲。叫做我爱我师，我敬爱他，爱啥真理？喂，我来学易经啦，我来学道啦，我对我的师父哈足尊敬的啦。不过呢，真理真理搁较实在啦，咱得依理而行，唔是看人去修道呢。真多足侪道士拢看人去修道，即、这个我的朋友呢，伊唔去，啊我嘛唔去啊。伊唔修，啊我嘛唔修啊。奇怪，生死是甚物人个代志啊？敢是安尼？吼、哦，所以叫我爱我师，我敬爱爱持理。所以咱来得爱尽力归真，唔是任人归真。咱是咧修真道，唔是咧修真真道。吼、哦，这足重要个美感。吼、哦，叫上骄傲上解歹，叫做啥？过其格，灵也无求。像我过其格，上求灵也。所以讲格，就是讲一个人个傲气啊。所烧火啥骄傲啊！另外一个人甲想到叫出啥，那么好，这个高阶出格，就想安尼就对了啊。天风过过其格呀，所以上九傲是九高啊，九傲之上，那就等于头壳发格啊。格就是啥？低处的物啊，就是讲吼，伊会去那会去动啥物物件。古人呢，低处者，那就等着九啊上九傲，以歌控歌主处啊。忌遇了阴爻上界远，离无法度人相遇，上定着无了解民意，也嘛无得着民心，忌位一定啥到极的位啊，所以呢忌时已强啊，故称过忌格也。所以第啥上六爻、上九爻叫做啥休低休格，甚至不低不格。人尽，大家拢会当在参圣人相遇啊，参仙人相遇啊，参诸佛菩萨相遇啊。啊，因为伊上过巧呢，我是俗师呢，我是朴师呢，我是参你个惊，参你个信嘿。啊，当啥头壳发急，唔相信。啊，最后输啊，最后损失的是啥物啦？其实伊本身家己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咧，上九牛也就是啥啊，犯地强魔轻强。所以呢，师尊老大人较难讲啊，人灵自个啊，个个唔是你的学问甲经历，而是你啥，有生俱来的智慧。咱会当讲好安那，家己会当真真正正讲自个咧。因为咱本来固有的智慧是啥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咧。咱本来的啥，天生的妙智慧是非常的圆满，伊道道光闪闪的咧。这问题，咱有法端出来无啦？咱有啊啥发挥出来无？安尼念念咧，哦，伊讲咱人会当啥？会当人灵自傲啊，啊，骄傲啊，哦，自傲啊，傲的唔是你的知识哦，甲能力，而是你啥会当？人心为万物之灵啊，所以咱会当骄傲，唔过骄傲是啥？鸟鼠啊无气，咱有气；牛无牙，咱有牙，吼、哦。啊，即卖咧好咧，好无颔仔棍，咱有颔仔棍；土啊无喙盾咧，咱有喙盾；鳞无耳啊，咱有耳啊；蛇无脚，咱有脚；有无？马啊无胆，咱有胆；羊啊无瞳孔，咱有瞳孔；狗狗咧，狗无臀啊，狗无臀，咱有臀部；十鸡咧，十鸡无膀胱，咱有膀胱；十一狗无胃，咱有胃。底啊无筋，咱有筋，所以生命咱是万物之灵呢，别项无的咱拢有呢，所以咱是啥？万物之灵，所以你啊看咱万物之灵哦，补天下间万物的不足，哦，你啊看咱若要走会啊买啊袂买啦，不过咱人足够的，伊就发明啥？发明汽车来啊，发生到走啊，到时安尼我才食油的啊，哦，啊咱袂飞，咱袂小鸟啊安尼飞，不过咱就发明啥？飞机啊。直接飞过到八个啦，半粒球都飞过咧。吼、哦，耳仔咧，无够来啊，无紧，咱发明电话啊，卡远就听伊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咱万物之灵，拢补着咱的不足啊。所以咧，咱爱怎知道这一点？毋是家己骄傲、逞强啊，搞个骄傲，会偌济能力，偌济知识，迄都唔是的啦。
来人灵主满啊，满的不是你的才华，哎，有偌啥，有偌用力啊，而是你的啥，你会当显露开发你的潜在力量啊。所以咱会当主满，唔过主满的啥，我会当将我的潜在力量，哎，源源不断的生发出来，源源不断的发展出来，哎，直直学，直直学，直学，像一到这安尼啊。愈恶水愈清，愈恶水愈强，愈恶智慧愈生发出来。吼、哦，安尼才是实在会当来自愿啊。咱人会当自足，足个毋是你的生活有偌富裕哦，足个就是你知影知足常乐。哎，因为你修了心灵的啥安平啊，所以咱就爱生啥乐道，才会当啥安平。咱若无乐道，安平无落来呢。真正呢，像即个人做安。对啦，那常在讲啊，啊，金融风暴啊，我三顿都过不掉，你要叫我修什么道啦？感谢呢。所以咱一定要心灵力，心灵力你才会乐道，乐道你才会知足。嘿，啊，所以呢，安平才会当有法度持久啊。你啊，我都真正食着道的味啊，哎，乐道了，你自自然然啊，唔烦，哎，未烦都无钱人开啦。你的烦恼无得人修啦，就像当时的工会男夫子同款啦。哎，男夫子就是安尼，伊唔惊无帮人食，伊惊无得人修尔尔，所以宽宽互用啊，到尾修成一代圣人啊。吼、哦，再来，之后呢，诸经大凶之后，所以请咱爱大家啥注意一下，伊头壳哈哎有角啊啦吼，所以咱唔通去犯着之后吼。后来，咱最后来挂来动脑共通。第一咬啊！你讲讲，伊讲死于今年啊，这只猪啊，嘛够戆了啊！哎，啊，所以呢，只要卖够戆了了吼，当了必牵挂，将人不忠。所以你个啥，当了了，恢复金刚不坏之体。吼、哦，虽然是装在下底，这只灵万只用的，不过呢，只要啥时机到，现量在天，离见在天啊，搁较好飞，搁较悬的呢，必飞量在天。嘿，啊，所以呢，到地方咬的飞天交际咯。所以，搁第二爻咧，伊来咱讲包有鱼啊。所以咧，伊来讲当了必天山遁，叫讲一字用啥黄符之钓，木之啥哎性脱呀。所以你讲包有鱼啊，个是啊，伊讲他包有鱼，因为伊该遁就遁啦，该受就受啦。伊用黄符结结的是过迄个啥，人讲啊皮革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用皮革咧，用这只。底下动作有同款，啊，放我条咧，唔忙我啥，唔忙我乌白走。所以第二脑嘛是扮演出重要个角色咧，因为伊只啊控制无调吼，去互洗脚就去了了，所以是毋是爱用皮革啊放我条个接住啊？第三脑你啊看，哎、欸，臀如夫啊，所以当了了必送卦，哎、欸，食欲啊是功德呀，哎、欸，精力终结后将王事业，吼、哦，所以第三脑伊无相有啊。所以无相无无断着贵人呐、啊，所以动不动伊就要参忙烧过天神啊，哎啊哎啊送卦就是参忙烧过啦，哦啊所以烧过的当中你看祸从王室啊，就是一定爱去拜托高人出来，伊才会啥相见，啊无拜托高人出来伊袂相见嘞，啊所以你来看常常咧参忙烧过吼，啊就足麻烦的呀。所以啊，普通时啊，较常做人贵人诶。所以咧，啥功德善咧，是毋是着毋免对着了啥，伫遐烧过啊？吼、哦！啊，第四爻咧，你啊看，当着了包无鱼啊。所以咧，现在无法度去得着人心，就是顺卦，顺卦无够深入啦。人是深入民心，伊是自私自利啊。所以叫咱来关注伊心灵行事啊。那想讲，即个就是老母的使命，叫咱来三十步道。所以你着爱照安尼落去做啊，心明心思啊。咱袂使家己是咧独善其身啊，咱袂使自作自断啊。咱着爱听着老母的命落来行事啊，照天意做，安尼毋才对。第五爻咧，伊叫啥？以此包括，所以当着必定卦，叫做君子以静为利啊，利明也。所以咧，第五爻，哎，讲天命。所以境界就是真道真可过难移啊，有静无静是刺金枝。所以咱进六十二运，行到顶卦，所以佛家唔只来讲，天顶地落，真正一只都连的呢。所以你看考验有够多，万啊财客嘞，吼啊万啊官客嘞，万啊地位客嘞，哦够多呢。啊是安那，真道真可过难移，
所以也就是讲，即届予咱考到足严重，成就愈悬呐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也就是讲，伫咧天命经术当中，卡会安尼。所以咱一个君子人要哪来应会？君子以直命立名也，就讲咱来啥？修内体功夫，甲外行的功夫，吼、哦，才会当正位里面。上界歹就是啥？啊，过激觉，一个人发觉啊，所以当就比大个官。你看，人就比大个官，所以伊也控戈无情的当中，到尾啊大个官过色灭掉，哎，真正都沉了呢。哎，过迄个溪都沉了呢，规个都无法度呢，人要救无法度救，因为哪哥哥在上啊。哎，啊，干啦，伊唔插大家，啊，大家拢唔插伊啊。真正有需要人家救的时阵，人啊，安尼无爱啊，无爱救啊，所以死去了，生路就对了吼。本来咱今仔日呢，阮来唱一首歌，吼、哦，这首歌参天后国有哪有关系吼、哦？啊，所以这首歌呢是孙孙老太人呢，有哪难者的诗啊，吼、哦，诗啊，啊，非常的动听。过来这呢，足侪啥，足侪内涵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请咱各有钱人呢，也要唱，做伙来唱，叫做《白杨修筑》，因为咱这个登了三十坡度，咱称为白杨修筑，吼、哦，加条吼，就是啥，白色的爱，吼、哦，所以请咱各位呢，啊，做伙来献唱，吼、哦。在团圆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咧，孙孙老大人咧，哎啊，个道道故故咧，拢就是安尼款坑难，吼、哦，所以唔是安尼俩，伊个讲哦，讲德刚书明十真传啊，人灵有德咧得三宝，一字明书点玄关啊，一点灵山通天桥，吼、哦，所以一定来讲啊，足清楚个啦，吼、哦。讲白杨荷叶非小可啊，靠念真经撇劫难啊。
所以口诀通天无二经啊，时和有应佛来救。所以有德合同通天人，靠得天道建功德，心静无二救灵动啊，三灾破三则破多十人鬼，十二仙官脱轮回，回向明宝乐逍遥啊。所以一字妙德文清晰，建行明心对回修，三千六百四八天啊，幽静幽品红佛仙。人人行道应时运，日修功德分知缘呐。所以你啊看，真正迄仙佛咧开运吼，拢足水啦。啊，到啊，故故地地，就是咧寄这个意思就对啦。所以希望咱大家今仔借着这个读音业经的因缘，了解一寡道的真义。所以这就是叫做天时金经啊，天时应运就对啦吼。所以前来讲这個，因为今仔日讲天皇国，咱参老母上母，参弥勒祖师上母，参师尊师父上母，参咱的因师、宝师、点缘师，参你的贵人上母啊，咱开咱得问啥？至尊至贵来得呢？太当去啊啥？出去这个机会咧，他会当真真正正无把握这个好良机咧，所以呢，今仔日的告歌啊，就向咱各位报告到这，做些不足的，目前咱做些切切款，嘛，请咱各位前面台顶呢多多包涵，毕竟还在学习当中啦，祝同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得无旁贷，感谢各位，谢谢。